可以的话，你想带一份好气色见谁？见无话不谈的他们和无所顾虑的快乐，见怦然心动的人和藏于眼眸的浪漫。谢谢，还是渐渐那些从未放弃的目标和简简单单的日常。当然，最需要见的是那个从内而外始终陶颜如初的自己。桃花姬用看得见的好气色去和一切美好相见。今天你要带这份好气色见谁？一口桃花姬，任你好气色。东阿阿胶出品。